老婆，哎，我回去取一下钥匙，在这等我。好，快点啊！哎，宝贝儿，咱们回家吧。太伟，贾玲。哎呀，好巧啊！哎呀，这么多年都没见了。就是啊，怎么会在这儿遇到啊？是啊，哎，这么多年没见，你一点都没变。你也没变呢。哎，贾玲。还记不记得毕业的时候你跟我说什么？哎呀，当然记得了。当时我跟你说，你们演的这是什么呀？总监驾到！灯光老师，灯光老师，灯为什么？我去一边去！跟灯光老师有什么关系？观众灭灯是因为观众不喜欢看你导的戏，这戏不好看，就是因为你这个破导演，还有你们破演员，破演员，破演员，贾老师，我跟你说，我来了，这部戏就有救了。观众喜欢看什么？观众就喜欢看跌宕起伏的反转神剧。来看着我如何创造反转神剧，跟着曹总监将收视排行登顶，开始。好，各部门准备。这是一个讲述一对老情人在多年以后的一个周末的早晨相逢的故事，故事的名字叫周末喜相逢，四集32场，预备开始。老婆，哎，我回去取一下钥匙。好，就在这等我啊，快点回来啊。哎，宝贝儿，咱们回家吧。啊，太伟，贾玲。哎呀，好巧啊！是啊，好久都不见了。就是啊，怎么会在这儿遇到？哎呀，这么多年没见，你可一点没变。你也没变啊，收视率也没变呢。这电视剧谁爱看呢？能不能来点刺激的剧情？呀，小朋友好可爱呀，看着还有点眼熟呢。是你孩子吗？不是，这是我自己骗来的。骗来的，走走，是这个，咱太能走了。你不说这是你的，你不说看到他眼熟吗？我告诉你，这就是你的孩子。我的孩子，威胁他。我告诉你，你不准报警，你要是报警的话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儿子，他不让我报警，不行，还是得报警。110，你好，我是110。这么快就来了？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？我的孩子被骗走了，你帮我救救他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帮助你的，同志们。据我分析啊，现在这个凶手一定还没走远，我们要进行地毯式的搜索，留下一位保护这位女士，其他的人跟我走。威胁？我说没说过不准报警。我说没说过报警？报警！哎，这电视剧里的妈妈不能这么窝囊啊，你得还手啊。不准报警，听见了没有？妈妈的力量，把我的孩子还给我。哎呀，大姐，不能再拖了，再拖电视台可就不让播了。你把我抓了吧！警察，我抓到他了。慧茹，说，你是不是凶手？你先让我把裤子穿好。那个总监呢？这个凶手啊，抓得太早了。那可不行啊！那咱们按照一般狗血剧情来继续延续，开始。其实真正的罪犯另有其人。你少废话，每一个罪犯都这么说。是真的，是罪犯让我这么干的。那你说他是谁？我不能说，他不让我说。快说！我没看清他的脸，我只记得他穿着一双红袜子。威胁？我不是不让你说。你是嫌犯吗？你是嫌犯吗？你是吗？不是。啊，不是，他穿的花袜子。不是他，不是花袜。嫌犯到底是谁呀？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嫌犯一直在隐藏着他的身份，他一直在扮演着一个傻子。威胁！
我不是不让你说吗？你是嫌犯吗？你是嫌犯吗？是你吗？不是。不是他，不是他，不是他，不是他。他真是一个傻子，真正的凶手到底在哪儿啊？我知道了。真正的罪犯是一个有着200斤体重的娘胖子。娘胖子，老婆老婆，钥匙我拿回来了，在这儿呢。200斤，快量一下，是他，是他吗？是他吗？是他吗？不是，他都360了，不是他，我都360了。那凶手到底在哪里呀？我知道了，凶手是一个女人。她身材丰满，笑容甜美，体态轻盈。那么，不是她，不是她，我认不出她，不是她，不是她，不是她，不可能。真正的凶手到底在哪里呀？我知道了，我在孩子的房间里看见过投资人女朋友的照片，她高挑的身材，性感的外表，还有。的演技，大家好，不是他，不是他，不是他，凶手到底是谁？要不然没有结局啊！啊，没有结局可不行啊！那就来一个狗血结局，上人！妈妈，妈妈，儿子，妈妈，我从犯人手里逃出来了，看见犯人的脸了吗？嗯，犯人就是他们其中的一个，他就是，他就是。这后事如何，请看下集本期收视排行等量。